年期间的内心独白。一，你收拾好了没有？一会儿你大姑他们就来了，给我好好表现。哦，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来了来了，滚进来。来就来嘛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经典客套话先放出去，就随便带了点，你别嫌弃啊。我也会客套，那么多东西，什么随便拿一点？谁能比我更客套？他不得不得，拿着拿着，看来要准备开始撕吧了。进去再撕呗。拿走拿走，开始了。嘿，你快拿着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你这么一说，哎呀，你让我拿走，哎呀，你让我拿走。过年好啊，表姐。不知道说什么，先打个招呼吧。过年好，表姐。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回个招呼吧。哎呀，头发挺粉的，好难看。是啊，关你屁事。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再回一句？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。算了，不想聊。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下回可不能再那么客气了啊，太见外了。第一轮撕吧，结束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好嘞。来，小趴，大姑给你红包。不用不用，我工作了，不要红包了。我得客气客气，一上来不能收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工作了不还是晚辈吗？拿着。哟，小姑娘客气话学得很娴熟嘛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我妈知道了肯定得骂我。只要再客气一句，我就可以把红包拿到手了。哎哎哎，干嘛呢？看来是到了悄悄给红包环节了。妈妈，大姑非要给我红包。有命，我妈怎么过来了？哎，你说说你孩子，那长辈给的红包她不要。我就等着你妈过来呢，不然红包不是白给了。红包？哎呦，她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拿什么红包啊？我又要开始客气了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孩子多大都是孩子，拿去拿去！哎呀，拿走拿走！第二轮撕吧，开始了！哎，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！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年龄都挨大岁数，都是孩子，不能给我欠亏！拿走！好嘞，怎么还没完呢？快把红包给我！哎，小潘，他过来干啥？哎，姑父，过年好！我妈非要我过来给你拜年。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什么意思？红包不是我媳妇给过了吗？难道我还得再给一个吗？拜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是不是该说点啥？小趴属牛的是吧？想不起来了。我属兔的。你怎么每年都要问我一遍，还记不住啊？对对对，属兔的，属兔的。明年估计又忘了。现在干啥工作呢？这个问题我去年好像也问过了。我是做自媒体的，确实问过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还要问点啥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他咋还不走？行，那我们走了啊。拜完一家还有五家啊，这就走了，留下来吃饭呀。我还是客气客气。哎呀，不了，走了。我知道你是客气客气的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又那么客气，留下去吃饭。看我这凶狠的表情，他一定以为我很真诚。但是都跟大哥说好了要去他家，看他这表情还挺真诚的，难道不是在客气？有事吗？那行，那我送送你。哎，再客气就真要留下了啊。好，不用送不用送啊，差点把客气当真了。要送要送，怎么又要撕巴了？哎，不用送。Let's do it。什么？没事没事，你听我的，你出来，别想了，不能耽误。你换个鞋我就走。你换什么鞋？不用换鞋。哎呀，下车了，下车，我们就走。有完没完了？他俩真有劲儿。